疫情过得让人心里压抑，想出去走一走，透透气，真的想离开柏油马路，摆脱车道线，摆脱导向标，彻彻底底自由一把。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你说我要买一台 SUV， 我每天还在马路上开着，我干嘛不去买轿车，我干嘛不买 MPV 呢，对不对？我们今天长测的这台锐际，189,800到218,800，不管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 ST9 的版本，还是说最低配的18万多的那个版本，通通都标配四驱，没有 AT 轮胎，没有保险杠的护杠，纯粹就是我想作一把死，进到这里来越野玩一玩试试看。我不想再在马路上小心翼翼地开车了，这样才是一个 SUV 本来的样子嘛。我小心，我天哪，这个有点深呐、啊！这要是台猛禽呢，就啥都不是了。来，把360打开。OK， 哇，托底了，托底了！哇，听到托底的声音。心疼啊，还好一点点的托底。好，走了，顺顺当当。 OK， 漂亮，这才是开车嘛。锐际呢是台城市 SUV， 它和那些专业的 SUV 还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撼路者或者说猛禽，他们那叫做专业的越野 SUV， 人家这种越野车呢有大梁，有长行程，有一个牙嵌式的差速锁，还会有一套 AT 的轮胎等等，人家是武装到了牙齿。但是呢，这台锐际呢就只能去完成一些轻度的越野，但是来都来了，就别心疼拖一下这个底了。四驱系统还是很能帮助我们去脱困的，比如像现在这里，哎，滑了滑了，走了。操活呢还得交给猛禽撼路者来干，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台城市 SUV 锐际就一无是处。你看刚才这样的路况，该过还是过来了吧。你看看这一条马路就十几米的距离，但是我们从这里看过去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每天都开着轿车从这经过，但是从来就没有发现过这么不一样的风景。那伟人说的对啊，无限风光在险峰。哇，哎呀，开锐际下来玩，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越野经验，踩好油门，把好方向，剩下的事情电子系统和四驱系统都帮你摆平了。我甚至连限滑模式都没打开，就用的普通模式就能完全跑下来这一场。要回到公路，我们必须爬回这个坡，目测20度，上面有一定的浮土，还有坑坑洼洼。如果是台前驱的 SUV 或者是横置发动机的这种适时四驱，那么它还是以前驱为主，这个时候呢很可能轮胎就会被架空，尤其是遇到这些浮土以后就会打滑，可能就上不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打开的是防滑模式。打开防滑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四驱系统就已经全部就绪工作了，中央差速器会尽可能的把前后的动力分配锁定在50:50，所以这个时候即便是我的前轮吃不上力，后轮也有足够的抓地力把车子给推上去。来，我们试一试，就在这了，打滑 OK， 哎呀，还有后驱，哇，在打滑的一瞬间后驱就启动起来了，顺利返回公路。回到铺装公路，一脚油门下去，你就能感觉到澎湃的加速能力，
前面的这台 2.0T 的发动机可以给你393牛米的扭矩，还有248匹的马力。这样的动力可能我们以前没法想象它是会出于一台 2.0T 的发动机，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动力就是来的汹涌澎湃的。而且呢，你一脚油门给下去的时候，会觉得方向盘甚至会有一点小小的抽动，这一点小小的方向动作就叫做扭矩转向。当强大的动力都作用在前轮上，左右两侧的抓地力不统一的时候，那么车子就会朝一个方向来一点点的偏摆，而表现在方向盘上就会有一点点抽动的痕迹，这个呢叫做扭矩转向。那有人说200匹是一台前驱车的极限，有人说280匹是一台前驱车的极限，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扭矩大的车如果只有前驱，那一定会遇到问题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两条后轮来帮着它了。四驱系统在这个时候跟越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是四驱系统在这个时候是为了让你的动力分配得更合理的。那说到四驱，多嘴说一下油耗了。全时四驱给你操控的快感，也会给你更高的油耗。那锐际用的这一套呢，是一套适时的四驱。适时四驱的意思就是，平时我们这样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前驱车，后轮呢是不参与工作的。只有到什么时候它才参与工作呢？就在你主动切换到越野模式，或者是它遇到了湿滑路面、冰雪路况的时候，它的四驱会工作。所以正常的状态下，它的油耗其实和一台前驱的 SUV 是差不多的。以上这些生活的场景其实并没有达到锐际的四驱极限，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些专业的测试，来寻找锐际的四驱极限到底在哪里。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锐际的四驱也是一套适时四驱的模式。普通的模式之下，它是以前驱为主的，发生打滑的时候它会切入到四驱的状态。经济模式，这就是一个前驱的模式了。四驱的运动模式下，主要是 for 公路驾驶的。防滑模式，就是我们在做轻越野的时候会遇到的。冰雪模式，这是我们各位东北老铁最喜欢的模式了。两个前轮如果同时空转，那中央加速器马上很敏锐的就捕捉到了，就把动力给到了后轮。那这个脱困动作做得还是相当快的。那我们现在要看看第二个更难的动作，就是交叉轴，也就是斜对角的两个轮胎如果同时空转，那这个时候对于中央加速器和电子系统都是一个很难的考验。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啊，两个轮胎都踩上去了。好，确认一下，现在在防滑模式下，左前右后轮胎已经被架空了。这个时候呢，只要动力不断的去给出来，它都会被两个架空的轮胎给卸力卸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最考究的是中央差速器能不能够把动力呢去做一个简单的前后的处理。那其实还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电子系统能不能把这个空转的轮胎给刹车，把另外的一些动力逼迫到另外一个还在抓地的轮胎上。这是几乎所有的城市 SUV 里面最难处理的一个。来，我们看一看哈。OK， 非常快的一个动作，快的有点不科学。那我们现在初步的判断，应该在这个防滑模式下，它已经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锁止中差的一个状态了。所以50:50的把前后轮的动力都锁止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只要电子系统把一个打滑的轮胎施加一点制动力，另外一侧的轮胎就能够帮助于脱困。那我们现在再来用一下哈标准模式来试一下，我们标准模式试一下，看看我们的验证是不是正确的哈。我们的推理看看是不是在防滑模式下，它已经就切换到了一个50:50的状态。好 ，OK， 现在标准模式进入，好，走，3、2、1，走。标准模式磨了一下轮胎。空转了一下，然后走了。接下来我们会做最难的一个挑战，就把三个车轮都架起来，然后只留一个后轮来去做这一次的脱困实验。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四驱可能不是万能的，
但是它对于我们日常驾驶的时候遇到复杂的路况是会有一定的帮助。也许你会走过一小块工地，也许你会遇到积雪的路况，有了四驱你会更有一点信心。别人的十八万买一台100多匹的前驱 CVT， 福特的十八万呢买一台200多匹的 8AT， 四驱就当是白送你的了。不用在乎那点油耗，平时就是一台前驱车，只有到了你想玩的时候或者遇到湿滑危险的状态，它才会切换到四驱。所以一台这样的车子想买就赶紧买了吧，买一台福特呢就该爷们儿一点，娘们唧唧的呢就可以去买一台轿车了。